好吃。你好，我们是爱生活爱旅行的福旺家。自从结束了上次的旅行到现在快两个多月了，这期间除了去北京几天办事儿，然后就一直蜗居在家。在家待久了心都飞了，迫不及待的想出去旅行。先和大家说一下朋友们特别关心的我们接下来的旅行计划。我们计划呀，下个月初再出发，开始南下。我一直说我们的自驾，还有啊，就是我们的收音设备，就是我经常带的这个无线麦罗德GO，听一下它的收音效果。这世界